今天又是一期很短的粤菜探店视频，店名祥兴重兴，他们家算是一家广东家常菜的连锁店，在湾区有好几家分店。我个人目前最喜欢的是 South San Francisco 的那一家，基本每道菜都很好吃。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家开了个分店到 San Mateo， 所以来试一下。先来几道广东人必点菜，烧味四拼，里面有烧鸭、叉烧、烧鸡和烧肉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们家的烧鸭和垫在烧味下面浸润满肉香的菜叶。第二道猪肚捞鸡，其实就是芥末拌猪肚和鸡，配着一点胡椒和葱，吃起来有点像猪肚鸡包的简易版，芥末的加入让味道有一点点上头，但又刚刚好。第三个例汤，他们家每天都会煲一个当天的例汤，我们几乎每次都点，每次都很好喝，这次赶上的是鸡汤。第三个咸鱼茄子煲，说实话我刚开始吃这道菜的时候不是很喜欢，总是觉得咸鱼有股臭臭的味道，但由于广东人对这道菜的迷之喜爱，我们几乎去的所有店都会尝试一下他们家的咸鱼茄子煲，所以后来吃多了逐渐开始失控，并且疯狂爱上，现在开始觉得那股臭臭的咸鱼味反而是这道菜的精华。接下来这个是滑蛋虾仁，个人感觉这道菜不如南三番那家做的，感觉火候有一点失控，也没有什么味道，个人有点失望。下一个金沙南瓜，外面包裹的咸蛋黄很厚实的感觉，吃完嘴里油油的，不推荐。接下来这道菜豆豉炒蛤蜊，豆豉真的是可以炒万物，咸鲜美味。椒丝腐乳通菜，椒丝腐乳系列也是我的最爱，同样适用于生菜，姜丝带一点点的辣味，带上腐乳酱，就是很自然的鲜美，这道菜很容易在家里复刻，味道都很好。一盘牛肉炒饭，金银蛋上汤菠菜，最后一般店里都会上一碗甜汤，这次是绿豆沙，很清甜，平时也会有红豆西米露，都很好喝。这家店性价比很高，我们几乎每次大概人均20到30左右，非常适合人多聚会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